我当时我都说他了，我是女朋友，我给你丢人了吗？怎么你就不能说一下呢？说一下怎么了？他当时他也不跟我评了，我都想着借此机会就好好跟他说一说吧。他倒好，直接伸手过来就摸了摸我头，说：“哎呀，小宝贝，你就别生气了。”他就以这种语气跟我说，我觉得完全没法沟通嘛。啊，小孩子似的。那我不是在哄你吗？那你换种方式不行吗？我借着撒娇。而且我在跟你说正事呢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我身边朋友都结婚生小孩生小孩，我也想赶紧把这事定下来。你想结婚？嗯。但是我想对你负责，所以我没有跟我父母提起这件事情。我想让他们等知道之后，接受了。你不说他们怎么知道？你想娶她吗？现在我们正在谈恋爱，我觉得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。反正就说我觉得现在我们还不成熟，不就完了吗？对，我现在还不够成熟，给不了你那种想要的。所以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。我说的这个成熟是你们俩的关系还不成熟，我可没说你成熟不成熟啊。顺杆牌爬得挺好的哈，我现在体会你女朋友说那意思，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？对，就是这种。找工作也是，我俩毕业都快一年多了吧。我毕业之后我在青岛找了份工作，他倒好，天天在家躺着打游戏，四肢都快躺退化了。我就觉得这不是回事，满口答应了找，这两天就找，不也没找吗？我当时因为正在做其他兼职的工作，那我得把工作处理好再过去找你。我也给你时间去处理了呀，你处理完不也没找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去一个地方去工作需要看那边的市场以及环境，我也在准备着。你天天在家躺着，工作证砸你手上了吗？我觉得一个好的状态下去找一个工作，才是对工作对自己最好的负责。是是是是是。对，所以我一直在调整我的状态。是是是是。我觉得工作不是靠找的，是靠等出来的。我觉得在家里等着等就来了。是是是是是，他的生活就是这么告诉他的，女朋友不是找的，就在篮球场玩着就等来了。对，结婚这事儿不着急呢，我不用跟我爸妈说，我等，等到时机成熟了，自然就成熟了，对吧？对。对。后来问他投简历了吗？他跟我说投了，其实压根就没投。我看他电脑了，简历都没发出去。不是，所以姑娘你这么焦虑干嘛呢？我不是想赶紧定下来吗？你那么着急定下来干嘛呢？那他也不能这么一直耗着我，不给我准数吧？他这么一直耗着我，不知道是不是想耗到分手。啊，那就跟他分手呗。他又舍不得。你舍得吗？我是你挺舍得的，我看得出来。我不舍得。真不舍得哈、啊、真不舍得。行，不待见父母就分手，待不待见？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。你看看，我不是要求你来青岛找我去工作，我是想着你只要把工作能定下来，哪怕我去找你也行。你就这么一直不给我准数，这么一直耗着，我不管你要耗到什么时候。所以你现在是在青岛工作了？对。那你在哪儿耗呢？等呢？我在日照。哦，行吧，去青岛吗？去还是不去？问我呀？我想去的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要去那边上班，实在是对工作不负责任。我为了对工作负责任，我得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啊。对他不负责任，主要是要做好准备，对他负责才去。对，然后明白了。对，你看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啊？就等就准备好了。来吧，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